叫！T49在干嘛？他们我们没有人下去，他还下去。What？ 这康可也下去送头，我的天！真的是我的天，这两台九级的真的疯了，怎么变？我们现在必须要等一下，等那台 Waffle 出来吃个两发。安娜小仓，安娜志宏，晚上好。这 T 三你亮不到我，认真的。我们重创目标。
让我想一下，让我思考一下，我该怎么做。我必须要先把这个 Projeto 46打死，但是他不上来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漏一点点就下去了。我打那 MCLD 没有穿呢、欸，用 APCR 金弹。目标被击中。那像是要开过去。我觉得好烦哦。他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他们 Waffle 的位置，我不晓得 Waffle 是躲在这里还是躲在这里，所以对我来说很不利。我如果只抢到这边，我会被在 50TP 跟 T30 还有像是射死。所以，如果假设我要切过去这边的话，我一定要能很确定这一台 Waffle 的位置。So， 转向。我们改打 K 号线吧，感觉比较有机会可以清过去。我打 HWK 好像玩了三场，两场还是三场？我觉得最近清坦很难玩，最近清坦太多轮车，等于说一场里面有四五台都是清坦，所以我没有玩啊，我没有玩很多啦，应该这样讲。我这样打稳一点应该没问题，稳，一个字稳。我觉得我都不会死，真的。安安安阿正，哪哪里的 ？C。Go, go. 其实是140。黑狗比较强啊。他怎么躲在这边，然后都没有被发现 ？What the fuck？ 敌方坦克被击毁，寻找下一目标。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。黑狗比较强啊，如果单论黑狗的话 ，DPM 比较高啊。黑狗 DPM 比较高。
Waffle 竟然躲在那里。好像击穿了，我们重创目标，敌人完蛋了，打得漂亮，我们重创目标，打得漂亮。跳探的，我的妈！还没开过，你可以开看看。阿南 M1， 赢一场战斗，存活。哒哒滴啦哒，场数比我想象中花的多了一些些。前几天有几场都太不顺，前几场有好多场都太不顺。哒哒滴啦哒。